你睇紧嘅系 LidiLive.com。终于啦，我啲须咧可以剪啦。咁剪须呢啲嘢咧，即系自己嚟咧，好容易有差错啊嘛，系咪先？所以咧，今日咧，亦都系又再靠阿 Kenny 啦。你睇到 Kenny 本身咧 ，Kenny 本身嘅须咧系佢自己都系嗱，佢自己收开咧呢个须咧，我都好欣赏啊。咁所以今日咧揾佢啊，帮下手搞掂我啲须啊。人生第一次剪須就是這樣去奉獻了給你。即是現在知道了，原來剪須是會頸痛的，但是剪須是要 keep 住這樣，好像見到有 UFO 一樣。好基啊！呢件事你覺得係嘛？好基啊！因為一個男人幫個男人剪須係好基嘅一件事，好少你剪緊嘢嘅時候咁樣嚟剪，咁嘅角度啊。我睇教父好多都係咁樣俾人殺，都係呢啲事。唔會用呢把嘢。死咗啲通常都係啲竹風啊，係啊，大肥佬嚟嘅多數都係，就係咁，咁就後生咗十年，非常全嫁咗 Kenny， 都係嗰句啦，想剪鬚嘅朋友就嚟揾 Kenny。你睇緊嘅係 LidiLive.com。